说我才懂这套。不是，我是这么理解啊，我觉得他刚才讲的那个是这样，就是说没有一套这样的制度体系，像文涛说的专业制度的这种体系来帮助家庭、帮助个人哈、啊。其实这种你说的这种爱化到日常当中啊，有的时候是一种无奈。而当这种制度成立了之后，那我愿意每天回去陪着我妈妈，哪怕有专人帮忙护理啊，或者怎么样，现实了，那这种现实是你看美国、欧洲。